想好了吗？亲家，来我这上班了吗？啊，怎么？你不会反悔了吧？我反悔啥呀？走，我带你。哎，等会儿，我电动车停哪儿啊？电动车，那咱停那边吧。走吧，快点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你慢点。怎么了？那个，我问一下，你准备给我开多少钱工资啊？你想要多少钱呢？不是我想要多少，是你要把我当成一个普通员工，别人那个多少，你看我这条件，你就看着开就行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不是，哎，等会儿。又咋了？还有你别让别人知道咱俩的关系。也行，我知道了，走。不是你知道什么？你。老板好。这是谁啊？新来的同事啊？啊，对。啊，那行，那你跟我带他继续走。啊，不用等你，我带他。不，那个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吧，还是等一下吧。等一下吧。快点，坐吧。啊，好。哎，不是他。说一说你上一份工作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上一份工作算是自由职业者吧。自由职业者，那就是没有固定工作呗。不是，也不能那么说，啊，对吧？那行，那你最拿手的工作是什么？最拿手的，啊，那我前几天在企，不对，那个国企，对，国企上过班。国企啊，那你学习跟能力应该挺强的吧？这怎么说呢？那个大修厂去洗个车什么的，这你也知道，那也不需要啥能力。不是，洗车。那你什么学历啊？那个我觉得这个学历吧，不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做人嘛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上进心，是吧？上进心，老板。其实公司的话，就缺像这样口才好的人。这样吧，经理，把他调到销售部，然后每个月月薪的话给到30,000。你看这样行吗？那个不是老板，你看他的学历跟能力都不行。哎，行，那就这样吧，经理，你先出去吧，然后我单独跟他聊。